自己，他一个人直接就莽上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好莽，他丝毫不惧怕这个蓝圈，这可是五圈的蓝圈。还有一辆，看那些信息，炮楼能不能去呢？先拿一个石头，这个坡刚好是在圈的，还能再待一个。画了一点边缘的位置。AZ 的点是在圈的，林叔跟小唐的位置不在。AZ 那个点的话，又会被南边抽。这狗杂没空啊！够猜出对方可能存在的点位了。差不多的，右上角星星天命是没跳嘛？天路还在的。F1 目前最大的敌人就是天路，潜在威胁啊！被驯服，不会发现了。就天路那个位置，他打不了人，他是会一直被原点抽的。对，灰灰一看，哎，怎么地上爬两个人啊？对，你只能说他是一个隐患，但是你要说他能造成多大的威胁嘛？主要这个点位让他们没有发挥空间。对。现在 FM 背后的隐患没有了。嗯。选手打职业对吧？要么有就是一是为了自己的荣誉，哎，不就是看自己平时的这种精彩操作爽吗？那硬盘里面全是 replay。啊。可能几年前的都要翻出来看一看，你看哥们当时猛不猛？激进。激励自己啊。感觉不能把林树放得很近。这个手雷都快砸脸上了，没有把林树给炸死，血真厚啊！另外一边的话 ，Stella 是被小海给炸倒了，两支队伍本身就比较近，看来小海的臂力还是非常不错的啊！哇，这林树啊，真是火花！了啊，在圈的一个边缘要想办法进，但同时北边还有 DK。这小房间吃道具的，被折磨死了呀！哇，林树，他一人抽风了吗？林树的雷把车炸回来，把自己给撞没了。好可惜呀、啊，不然我感觉这一波机会非常大呀。真的，这个小房间被道具。小可惜啊，对于林树来说肯定小可惜。真能操作。我 EMT 好稳，他先撤回防区，我避波站，因为之前在那个坑里吃到了福恩的手雷，去多了，万一对方再丢手雷就出大事。Newhappy 也在旁边。是的，有一点意外击没了。与此同时，巨幅和福恩是合力的在抽这个 DK， 对，阻碍对手进圈的路线。踩在一个前边，卡着 DK， Under 差不多了。灰灰的这一分被永远拿下，小海帮忙补掉。不过航航已经进入到了废车的旁边，成功的进圈了。张大哲还在限制 DK， 想要把门头这个分收了。Magnet 一丝血，这个雷已经丢不来了，一个折角，很准。炸一个，再来一颗，成功补掉。坐在侧面的一个出枪是把张大哲淘汰，现在只剩 Derbal 一人，还在应该也会被卡死的这个位置啊，在边缘这个位置还不在圈，你如何翻得进去？外面稍微的再往前挪一挪自己的车，铁丝网边缘没准就给他卡起来。直接想往之前 EMP 那个位置冲，结果没想到抬起身来怎么是 Newhappy 的子弹？哇，一顿刷。只剩下小鹿一个人，能操作吗？有点难。直接换神，这个掏出大炮，当当几枪打掉了小鹿。大炮腰身。嗯。他的 bear 没有子弹了。现在不知道，这个雷的角度有点像 EMT 丢的。真不知道啊，这个跑位。我 under 还不出枪吗？你分都不要了 ，under， 嘚儿，真的，你能退去哪儿啊，嘚儿，完了，这，嘚儿还有路吗？但点比较乱，是的，嗯，而且主要是现在他们就 EMG 满编嘛，盲猜一手 Newhappy 也是满编，是刚才基点补的呀、EMP 知道的，是的，还是清楚的，看得清啊。不是，而且主要是什么？就是 under 这边的话，跟明明一人一个侧面枪线 ，EMP 从哪里出来都会吃到侧面枪线的。还有雷吗？还有雷吗？先用枪压制三倍镜，已经没雷了。明明身上，对方应该还是有道具的。Stella 出来直接秒头打掉了明明，再来一颗手雷，楠楠的手雷是吧？放倒了，再来换神 ，Jeff Locker 也倒地。
直接吸头，幻神要打血，男的帮忙架枪。Stella是一个残血，再吃男的那个手雷，幻神也有雷，捏起来了呀，二打一。Stella残血，最后一发子弹了，没什么问题，恭喜 Newhappy 最后极限三打四的情况下是拿到了13个淘汰神功出击。机场的西野全行对于 Y 城的队伍来说就是噩梦全行。哎呀，机场的原住民无意存活，都出现在了。